养宠物的利弊，养宠物的好处和坏处。平时工作或生活压力比较大的人适合养宠物，在感到压力的时候，望向时刻陪伴在自己身边的可爱宠物，这时任何不开心都会化为乌有。养了宠物之后，你会结识许多趣味相投的爱宠之士，你们会一起交流养宠心得，分享宠物的可爱瞬间，让彼此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当你想远游时，带在身边肯定不合适，但寄养在宠物店，你又会时刻担心它是否过得好，旅游计划最终只能搁置了。宠物的寿命一般十分短暂，少则一两年，多则十几年。当宠物即将走完它的一生，这种失去挚爱的悲痛，任谁也无法承受。